推荐，你吃过吗？老饕必吃美食。天气冷就是乌鱼熟成的时候，乌鱼全身都是宝。除了乌鱼子之外，乌鱼腱你有吃过吗？它就是乌鱼的胃，吃起来口感接近鸡胗、鸭胗，但是多了一份海味的鲜美。我们的乌鱼腱啊，每一颗都手工清洗干净，用沙茶酱炒蒜苗，三杯乌鱼腱，原汁乌鱼腱，配上一杯啤酒，超棒的搭配哦！关注我，吃海鲜，走基隆来啦！